好的，各位，欢迎回到 Battlefield 5，我是小 J。 那如果你有在跟追踪我的频道，你应该就会知道我现在在德国科隆参加他们的 Gamescom 电玩展。那跟 EA Play 一样，我在电玩展可以玩到一些抢先的 Battlefield 5的游戏内容，那我可以分享给你们大家知道。那这次我目前玩到的新内容是两张新地图，计划在这个月，也就是八月的月底会放出来让大家玩。至少目前的计划是这样，如果没有像之前Elson Dunn 那样子的问题的话，应该是会在月底出的两张新地图，一张叫 Lofoten Island， 就是大家现在游戏画面所看到的，还有另外一张叫做 Provence。 那张地图的游戏内容我会在可能明天再给大家带来影片，今天我们就专注在 Lofoten Island。哦，对，然后我要强调一下，在这次的游玩测试里面，我发现了几把新武器，其中一把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把，叫做 Beretta PG。这把枪在之前 Data Mine 就是玩家去挖游戏资料的时候就有挖出这把枪。那这把枪非常特别，是它是目前 Battlefield 里面唯一一把，也是第一把连发枪。各位要明白，连发枪跟全自动枪不一样。我所谓连发就是三连发这一类的枪，但这把枪又很特别，它不是三连发，它是四连发，所以跟我目前在任何其他游戏里面用过的枪感觉都很不一样。我觉得连发枪我目前用过就只有在 PUBG 里面用过。我们知道 M16A4， 然后还有那个另外一把是 Mutant 吗？但 Mutant 是二连发。总之我目前在游戏里遇过的连发枪都是三连发或是二连发，我这边遇过四连发的。而且这把枪它不但是四连发，它的射速还不算快。就通常连发枪的射速，如果你用连发的时候是很快的，比方说 M16A4 你按下去就是三发就射完了，有时候你点的快甚至就感觉像全自动的。但是这把枪不是，这把枪当你按下去它四连发，它四连发是就特别特别奇怪的一种感觉。当我刚第一次用到这把枪的时候，我都说，哦，这把枪是连发枪哦，很好。连发枪通常就是你要点得快，但是要控制后坐力，因为点完三发你要马上再点，它才会再打三发。所以我就这样子连点，结果发现这把枪你连点的话，你只会打出去四发，你的后四发打不出来，因为你的枪还没有射完，你就扣第二次的扳机，所以它并没有打出那四发子弹。所以这把枪变成是说，当你扣一次扳机，你要等一下，等它那把那四发子弹打完，然后你才要再按下一次的扳机，所以有一个节奏感在里面呢。这把枪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去慢慢熟悉它的节奏感。你们现在影片里看到的这个已经是我熟悉这把枪大概已经两三场游戏的感觉了之后我才抓到的。哦，对，我可能要提一下，我们在这个模式在这个测试里面玩的模式是小队征服8v8，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么小，为什么那么少人，为什么怎么节奏那么快，就是因为这是小队征服的模式。他们有在说可能会给我们玩其他的模式，但是还不确定，所以目前来说我只能给大家看这个小队征服的模式。好，说回这把枪，那这把枪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科技树，就它升级的这个科技树，因为在测试的模组里面我们都是没办法升级我们的枪的，所以我并不知道这把枪升级之后是什么感觉。但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它的升级，因为我想说这么特别的一把枪它一定有很特别的升级，它要么有扩容弹夹，它要么有没有办法把它升级成全自动。那我发现它没有，但它有两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升级，这两个升级是你只能选一个的，一个在左半边，一个在右半边。它的一个升级是你可以升级你的连发速度，也就是说当你按下去一次扳机的时候，这四连发打出来的速度会更快，可能是，我不确定哦，这是我猜测，可能就从嘚嘚嘚嘚变成嘚嘚嘚嘚之类的。但是呢，这个升级不会升级你在连发和连发中间的这个停顿。我不知道大家 get 不 get 到这个，就是连发枪通常你按打完三连发之后，这个枪会需要缓一下，可能就零点几秒，然后你才能够再按下一个三连发，你不可能让它一直连点，因为那样它就一直连发就变成是全自动了，它就不是连发枪。那这把枪它中间也有这个停顿，而且它停顿还蛮长的，所以有一个升级是让你增加你的连发射速，但是不增加你连点的速度。那另外一个升级就是不升级你的连发速度，你的连发速度还是嘚，但是呢你可以更快的去点下一个四连发。我特别好奇这把枪到时候上正式版之后，我特别好奇这把枪如果
做了这两种升级，它应该会变成很不一样。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你选择了其中一个升级，它就适合可能远距离，然后你把它升级成另外一个方式，它也许就更适合近距离。当然也有可能其实它只有一种升级是最好的，但这都不知道。但目前在测试的玩版里面，我感觉的是以原版来说，这把枪算是一把远距离枪。它虽然是，我觉得它还是属于半自动步枪那一个类型。我觉得它跟，因为这把枪是被分配在突击兵的，我觉得它跟 G43 Turn SMLE 这些枪比较像，它只是比他们有更高的射速，所以这把枪在近距离是比那些半自动步枪要强一点，但你同样的，它在远距离也没有那些半自动步枪来那么准确，毕竟你是四连发。所以这把枪我觉得就是还是一把远枪，它绝对不是一把冲锋的枪。也许当你升级了四连发的射速之后，会是一把比较可以打近距离的枪，但就原厂的版本来说，它绝对不是，因为它这四连发射速慢，而且它的后坐力其实蛮大的。我觉得这部影片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有些时候我非常非常就是挣扎着要把准心对在敌人身上。当你按下四连发的时候，基本上前两发我还可以把它对在敌人身上，但后面那几发那个准心就通常就飞到敌人头的右上角还是左上角去了。那在它的升级科技树里面，的确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减少它的垂直后坐力的，所以我在想当你减少了垂直后坐力之后，这把枪应该会变得更好用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把枪因为它的四连发然后射速慢，你也非常难打那种在跑的敌人。我觉得在这部影片，我记得应该也有展示，应该也有地方会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到，当你要追着一个敌人打的时候特别困难。首先你只按一次扳机，但是你却要挪你的枪，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想象，就今天如果是把半自动步枪，你在追瞄一个在跑的敌人，你就是瞄到他身上或是瞄到他前面，你就按一次扳机。你想打他的时候，你觉得你瞄到位的时候，你就按一次扳机，这是半自动步枪的瞄法。然后进入是全自动，你就是按住，然后把准心拖到敌人身上，或是拖到敌人前面。但这把枪很不一样，这把枪是你按下去之后，你把手放开，然后你就单纯拖这把枪，因为不是你自己去按着，或者说不是你自己去按什么时候打子弹，所以你对于它的后坐力是很难掌控的。如果是半自动步枪，你每按一次你就知道，哦，我先按下去，所以等一下枪准心会往上跳，或者是往哪里跳，我要调整。你可以在你按的时候已经做好准备要调整，所以通常半自动步枪没有太多后坐力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每一次枪什么时候要动你是知道的。但这把枪不是，这把枪你按下去之后，你只能控制你按的第一发的后坐力，后面那几发的后坐力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跳起来，应该说就你需要更多时间去熟悉它什么时候跳起来，所以你没有办法去预估它会跳到什么地方去，至少在我只玩了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做不到。所以当你要去瞄一个在跑的敌人的时候，你要考虑的东西就变多了。原本你用半自动步枪瞄一个在跑的敌人，你只要考虑前置量，现在你不但要考虑前置量，你同时还要控制这把枪的后坐力，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我相信应该多玩一段时间，多熟悉一下这把枪的四连发的节奏、后坐力等等，应该就会变得更简单一点。但是真的，这把枪我只能说用起来的感觉就是很特别。那我非常喜欢就是这样子特别的感觉的枪，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战前浪手太子沃拿到一些新武器，有很多新武器都虽然是新武器，但是其实你感觉它就是一把已经游戏里存在的枪，就像前段时间我们拿到的那把突击半自动步枪 Carabine 18什么，对了，那把枪基本上用起来跟一把 G43 是一样的，它十发子弹射速稍微快一点点，但它也就是一把半自动步枪，也就是一把只有十发子弹的半自动步枪，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 S2200 那把非常腰射非常非常准的中机枪，那把就是一把有特色的枪，因为它跟其他游戏里面所有的中机枪，它也是中机枪，但它就跟其他所有的中机枪都不一样。而这把枪，它就是那样子类型的枪，它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玩起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会想要花时间去熟悉，去想要让自己学会怎么用这把枪。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对这把枪的评价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非常期待到时候这把枪能够进到 Battlefield 5的正式版里面，然后你们大家也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这把枪，说不定这把枪会是一把非常非常厉害的枪。当大家都熟悉了它怎么用的，通常只有这种特别的武器才有机会成为这种特别厉害的武器。如果一把武器它就是中规中矩，就像 carabine， 它就是像一把 G43， 它不会不好用，但它永远就是那样，它不会变成一把特别特别厉害的枪。但是像这种很难用的枪，或者说有很特殊特征的枪，当你熟悉能够掌握了这种特色之后，你就可以把这把枪变得非常非常强。就像在 PUBG 里面的 M16S， 当你学会怎么连点它，在它还没有被 nerf 之前，当你学会怎么连点它非常非常快的时候，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把枪我觉得是有那种潜力的，如果你能够掌握住它的后坐力，学会它这个连发的节奏，这把枪可能会变成一把非常非常强。因为其实你想想，它是一把连发高伤远距离的枪，其实很多游戏里面的武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通常游戏在面对全自动的武器的时候，就会把它的伤害 nerf， 因为你已经全自动了，所以你就不应该有那么高的伤害。而当你在面对半自动的时候，因为你的射速慢，你的伤害就会高，但你的射速就会慢，所以基本上没有一个全面，没有一个又可以打远又可以全自动又可以伤害高的枪。但这一把，如果你学会怎么用的话，它有机会成为一把那样子的枪。所以我还蛮期待就是能够在正式版多用这把枪，我特别特别好奇。 OK， 所以除了这把枪之外，我还有发现另外两个新的武器，甚至可能有更多，因为DICE他们特别那个，他们都不告诉我们说他们有加新的武器进来，他们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找。可能就是其实也对了，我们自己找到的时候还是很惊喜，就哇有新的武器了，赶快拿来用。但是真的是他们就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有什么吗？所以我要自己花一点时间再去游戏里面去翻，就是去看看说哎是不是还有什么新武器，或者说甚至有新的，说不定有新的配备呢，说不定有火箭筒什么的，我不知道。所以因为我们每天玩这个一段只有大概两个小时吧，甚至差不多两个小时甚至更短可以玩，所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就是一个一个兵种这样去翻，说到底哪个兵种新加了什么东西。所以我目前翻到的加上这把武器有三把新枪，有一把突击兵的枪就是这一把，然后另外两把都是侦察兵，也就是狙击手的枪。那我先不告诉大家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明天后天的影片里面再给大家揭晓。我可以告诉你们是有一把非常非常嚣张的枪被夹到了侦察兵的那个就是武器库里面，真的那把枪非常非常的嚣张。所以明后天的影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后天的影片我们就会给大家带来 Provence 那张另外一张新地图的游戏内容。所以我大概就说到这边，我会继续把这场给播完。这场非常有意思是因为这个8-8的小队征服，所以参加就一个伺服器的玩家们，我们都坐在同一张桌子，就这一张桌子上面的人就是我们，就是这16个人，就是我们一起玩这个伺服器。然后这一场已经是我们玩的大概第5、第6场了吧。那前面几场呢都非常非常不平衡，就是我这边的小队非常非常强，基本上前几场都是以这种100-0、90几比0，甚至120比0的优势，对面这样子劣势，我们这样的优势他们输掉了。所以这场是他们第一场似乎要逆转这个战局，你看我们现在是落后，他们是领先我们将近十几二十分的程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两边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大家都努力，我们努力想要保持我们的连胜，所以我们不可以让他们，怎么可以让他们反败为胜？他们呢又非常努力的想要获得他们第一次的这个胜利，所以这一场虽然说没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互相沟通，因为大家都自己戴着耳机在玩，我们也没有 Discord， 没有什么的，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大家的这个紧张的气氛，这种空气中的张力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这场还是非常精彩的，所以我就把整场放上来给大家看，所以我会把这场播完，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把你们的想法，对这张新地图的想法，新武器的想法等等等等告诉我。 OK， 所以感谢你们的收看，我是小 J， 我们下次再见。Explosives being set! Get down. The enemy is taking objective Able! You're a sniper target!
I'm fucking dying here, medic!